就刚才那个同学说了，不要慌，进去以后弯腰捂鼻，迅速。大家肯定会很惊讶，这个浓烟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浓烟就好比是有毒气体。如果说你一会儿进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没捂住你的口鼻的话，如果你吸入太多，你会感到不舒服。当然，那里边的浓烟，那里边的烟对人体是无害的，但是啊，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刺鼻感。如果你任何人不准嬉笑打闹，如果让我发现，我取消你所有的这个参加活动的资格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咱们先从高年级同学开始。从我这里。起立。咱们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进。其他年级，其他后面的同学起立。不要带手背啊！向右，你们不要动啊！你们这几个年级向右转。向前啊，齐步走，齐步走，踏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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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立定，向后蹲。好多回来这啊，不带你进去，吸一口气啊，屋里很严。别犯急，好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进去干嘛？要捂着口鼻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前进，前进，来，走，往前走。出来以后，到那去站队，五年级的七人，组织一帮人站队。哎，你还在笑是吧？进，好，停，快点，出来以后，大家都站队。出来了，低头，一个跟一个低头。好，四年级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快点。好，踏步，我撤这一路，男生，你两个女生来，过来，开始进，后来那路要跟上留下了吧？进，跟上，走啊，跟着走，低头，弯腰，一定要弯腰啊，保持这个高度，跟上啊，抓紧时间。出来以后，现在就站队。到你们原来的位置站队。好，三年级的，全部冲！好，各位同学，如果说大家想一下，这个路啊，并不是一个光洁的屋子。如果说你再以这种状态进去，二年同学进去该怎么办？三年级应该怎么办？捂住口鼻。好，看来大家只要二三年级明白了，那么四五年级还用说吗？不要。现在这个屋子里面就是浓烟，着火了，进去给我该怎么办？